访问到是华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的杨家章创意总监，他想问一下杨总监，对今年我们第19届亚克力竞赛的作品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今年的作品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创意跟水准的表现啊，我想这是一个行之有年的比赛，那这么多年来也累积了真的相当多的好的作品，那我相信因为有历届的很多好的作品可以做参考，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年轻的学子有很多新的想象跟新的创意，每一年都不断的在突破跟创新，所以还是看到很多很精彩优秀的好作品。